我是赖博，在107年11月12号新左营站。是巴雷斯基飞车拍摄是有点差劲的，今晚餐厅好超高的全套。3237次金鳌山线号潮州的全程。3237次金鳌山线号潮州的全程，准备实际美食馆子，不，新村站出去。也是一样，因为有百姓全程。因为百姓全了，3237是进有三星号超多的，因为有百姓无接话，8022组全了，使劲新主人在。没有，因为刚好遇到的，就是被拍摄这一班，因为有百姓3237是进有三星号超多的全了。3131、3134，张机编组无接话，8022组全了。实际新主人站。在新主人站准备关闭车门，驶离新主人站。3237是金鳌三星号操作的，因为百姓因为有30加因为有34，张机编组无接话，8022组全了，准备驶离新左营站。刚刚洗的是3237是金鳌三星号潮州的，因为百姓也有30加因为34，张机编组无接话，8022组全了，驶离新主人站。3237次的因为百姓全了，驶离新主人站，谢谢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